小朋友们，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玩植物大战僵尸玩具，这是一个向日葵，这是两个向日葵，它们呢可以生产太阳，收集太阳我们就可以购买植物了。有一个绿色的植物，这是菜问，来看它后面有一个按钮，我们按下它，它两边的左右手臂就会摆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买一个水蜜桃，好可爱的水蜜桃啊，像向日葵一样。哇哦，不错呀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闪电芦苇，因为它的外形呢像闪电一样。哇塞，这是猫尾草，是一种长相像猫一样的植物，快看，还有两个粉色的小耳朵呢，非常漂亮的小猫咪一样的猫尾草。这是白萝卜，它呢有不同的表情，我们按下后面的按钮，难过的表情，哦，调皮的表情，晕晕的表情，然后还有冷漠的表情，一共是四种表情。再来看还有什么植物呢？噔噔，还有一个坚果，它和白萝卜一样可以更换表情哦。这像是一个没有睡醒的表情，晕晕的表情，哦，眼睛瞪得很大，惊讶的表情，愤怒的表情，同样还有四个不同的表情哦。还有一个攻击的植物，这是香蕉火箭炮。哇，原来它是可以发射炮弹的，它的炮弹是向上发射，像火箭一样，所以叫做香蕉火箭炮。我们购买了一个超级厉害的植物，这是玉米加农炮，我们给它安上炮弹，这样它就可以保护植物家族。果然有僵尸来入侵了，铁桶僵尸，哇，三个僵尸呢，好多呀，让我们的玉米加农炮来打败他们。发射，打倒了一个，僵尸们要向前进攻，植物们要一起努力保卫家族。哇塞，在植物家族的共同努力下，终于打倒了所有入侵的僵尸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看完节目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，拜拜。